今年是第几次来白沙屯？应该是吧，三次。第三次，对，应该是、那今年有没有许下什么样的这个心愿之类的？今年需要平安，我就要平安，真的、平安有，其他的都可以有。但是今年我真的是想要，你看我今天特别是，就是三个人。哎呀，过去真的是我也是觉得家乡，今天来这边希望求平安，因为那边好几万的人，好几十万的人，现在是没有房子，没有衣服的，什么都没有的，他们的整个家就没有了，家庭是不见了，所以我今天想要就是为自己的家乡求平安就好了。这里今天太热闹了，我也接受冒昧一下，不好意思，金少。今天很热闹，那今天还来这个龙天公司，想要来看妈祖的金像吗？我们每年都会参加妈祖的活动嘛，白色的帽子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回来，但是呢，其实呢，今年我本来就很想要来，刚好呢，今年在土耳其二月初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地震，两个大地震哦，后来呢，决定今年要参加白色的帽子的活动，然后呢，为土耳其求平安。是，然后看到你穿的那个土耳其国旗。对，我今天更土耳其一点，是一定要的。那有没有关心一下现在那边的状况？状况大家已经知道了，蛮严重的，很多人已经过世了，然后失去很多人。先住到他的废墟中，还有一些人啊，但是呢，就是你也知道，这个事情是，一个是老天爷的安排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建筑必须要加强建筑，不然地震基本上发生的话呢，如果建筑好，可以避免很多，但是建筑如果有问题的话呢，就变成这样子。那这次台湾也是派了那个救援队过去，对，然后有很多民众来捐物资。台湾人哦，我看的是差不多。已经捐了接近3亿台币，然后呢，后来呢，听说是还有200吨的物资，还有政府捐土耳其200多万美金，还有派出去130个台湾的朋友去那边救援，还有其他的朋友就很多帮忙，非常多，所以这也是透过你的介绍，透过你的访问，我跟大家说谢谢你们，有台湾我们更有希望，谢谢，而且台湾在土耳其现在非常的日常，我们的媒体每天都会报道台湾的朋友们他们的帮忙，还有我们请总理说台湾人是我们的公民，就是让我非常的感动，真的真的很感动，真的谢谢你们。今年是第几次来白沙屯？应该是吧三次，第三次，对，应该是。那今年有没有许下什么样的这个心愿之类的？今年需要平安，我就要平安，真的平安有，其他的都可以有，但是今年我真的是想要，你看我今天特别是就是三个人，哎呀，土耳其真的是我也是觉得家乡，今天来这边希望求平安，因为那边好几万的人，好几十万的人，现在是没有房子，没有衣服的，什么都没有的，他们的整个家就没有了，家庭是不见了，所以我今天想要就是为自己的家乡求平安就好了。